台湾艺人返大陆，入境随俗好辛苦。坐在那个地方9点等到下午2点，后来的还见我说：“哎，凡哥，哎呦，吃饭你怎么来这么早？”我心里就这样，大古装上厕所。对，他一定要有人扶着，就怕袍子拖到地会弄脏，又不能整个脱下来。你该不会尿尿都有人帮你扶着吧？古装一个要掀袍子，今晚11点，中天娱乐台麻辣同学会。